on a pedestal and tell me I'm the best. Raise me up into the sky until I'm short of breath. Yeah. Fill me up with confidence, I say what's in my chest. Spill my words and tear me down until there's nothing left. Rearrange the pieces just to fill me with the rest. Yeah. But what if I trip? What if I fall? Then am I the monster? Just let me know. And what if I sin? And what if I break it? Then am I the monster? Yeah. Just let me know.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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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I was 15 when the world put me on a pedestal.你打算折一个什么样的纸飞机？飞得很远。要是飞得不远呢？不可能，绝对飞得远。肯定飞得远，我折的飞机都飞得远。做老程序你来过吗？没来过。我见过，但是呢，就很久没见过。我就很小的时候。你这个飞机顶了之后，要不给它取个名字？取名字？对。掉了。叫阿志。阿志好。阿志。就我这样肯定能飞得很。先对折。然后再就这两个合成，就那个飞机那个头，对，就合起来。为了让你的飞机飞得更远，有没有什么技巧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技巧是在于放的过程，是吗？对，放的过程，放的过程。叫做阿志的深思。少年的阿志总是穿着爸爸的外套，站在古老的楼前思考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多长一点胡子。可以了，进来是吧？好，小心。Came in with good intentions, then I let it go. And now I really wanna know. What if I trip?
多少人想要为你写首诗，我后悔没学好语文，我笑着对你说的，但其实我很认真。你抬头看看月亮，知道爱你有多深。其他女孩不想搭理，因为她们不是你，不喜欢拿你跟谁比。但你想糖果跟蜂蜜，也不是说我没有你就不能活，只不过是我没有你会很难过。You made me feel so lonely， 别把我留在这里，请把我一起带走。也不是说我没有你就不能活，只不过是我没有你会很难过。Yeah, I ain't got time for that， 不想你消失不见。Baby if you know you know， Baby if you know you know。 外面一片灰蒙蒙，不知道现在的你到底是在做什么。不必惊喜，因为一场噩梦，梦里面的你对我说说你不再爱我。但是你要把那碗面看穿了。对。我家楼下有一家，我家想去吃一下。你这样点什么面？我一般点牛肉面或者炸酱。啊，都要加鸡蛋。三秒吗？看情况，不一定。有时候三两，有时候二两。我还以为有时候三两，有时候四两。没有。你在吃啥？你在吃什么？饼。什么饼？好吃的。你头发掉了，在眼睛那。你不是刚吃了一碗小面？来这儿好像没有这么。对。当时是野草、野生、野草。西门少年的。野草。野猪。你们看啊，这里的空气十分的新鲜。你们看这个垃圾桶，都别有一番风骨。好，这个就是大西沟，应该是大西沟的地铁站。哎，果然。我待会儿就要在这儿拍照片。这儿应该就是我等会儿就要拍摄的地方。经过我仔细的观察，没错，这就是地铁站。我好像等会儿还要，哎，有滑板。好安，多少人想要为你写首诗，我后悔没学好语文，我笑着对你说的，但其实我很认真。你抬头看看月亮，知道爱你有多深。其他女孩不想搭理，因为她们不是你，不喜欢拿你跟谁比。但你想糖果跟蜂蜜，也不是说我没有你就不能活，只不过是我没有你会很难过。 You made me feel so lonely， 别把我丢在这里，请把我一起带走。也不是说我没有你就不能活，只不过是我没有你会很难过。 Yeah, I ain't got time for that， 不想你消失不见。 Baby if you know you know， Baby if you know you know。 外面一片灰蒙蒙，不知道现在的你到底是在做什么。不必惊喜，因为一场噩梦，梦里面的你对我说说你
见我，所以我不难过。你看不见我，所以我不快乐。宇宙的星星很多，难免会一往即可，所以用坠落证明自己来过。我躲到这颗星球表面斑驳，灿烂的烟火比我耀眼许多，黑洞里藏着什么，你还想追求什么？流星的下落，没有人知道。现在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边，也是我一个拍摄的一个地方，大好的山水。哎呀，空气好新鲜，前面还有很多石头，哦，江边。是不是可以钓鱼啊？嗯，江边吗？我没有，但我记得我来过一次，好像是，六年级的时候，然后和我的好朋友们，然后骑自行车来江边。自行车来江边看一下江景，然后就走了。没有，我们是来洗个手。哎，没有，然后顺便就扔一下那些石头，对，就打水漂，用石头打水漂，就感觉很当时候很开心。你可以打几个？我不知道，我应该能打个一两个吧。等一下不去。嗯，好。
我睡觉有点困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场点，就是不，现在我要先去吃饭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太饿了。然后我现在正要去吃饭的地方，好饿呀、啊！而且太冷了，这个天，大家一定要多穿衣服。看这，哇，这儿有好多吃的，我们应该就是在这儿附近吧。我们来放大看一下阿志，一口一吃透。浪弟，送他好，老好，一起给我好，一起，对不对？我吃，我好，我说我来吃。主要是他，他说还要炒了。